例题一呢，就叫我们怎么样再看呢、啊、齁、哦、来 ,F 把 X 等于1带进去，它是 log 的 21, 同学 ,2 的几次方会是 1, 任何数字它的零次方都是 1,2 带进去 log 22,2 的几次方会是 2, 当你一个对数底数跟真数一样的话，这个答案会是 1, 再来4带入log 24,2 的几次方会是 4,2 的平方会是 4, 再来 F 二分之一 log 2的二分之一 ,2 的几次方会是二分之一 ,2 跟二分之一呈现一个什么导数的关系嘛 ,2 的负一次方等于二分之一齁，这我们之前都学过。再来 F 四分之一带进去 log 2的四分之一 ,2 的几次方会是 4,2 的平方会是 4, 但是我今天答案不是 4, 我要四分之一，所以2的几次方会是四分之一，但是负二次方。